所以禅宗大德常常测验学生，有个口头禅这个诸位稍稍切近你都会晓得，他常常问会吗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深啊，会，你会看吗？你见色就开悟，你会听吗？听音声就开悟就见性啊，现在哪里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没有一样不是啊，连虚空都是虚空也是无你看我们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面二十四个不相应里面，方分就是空间，十分就是时间，时间跟空间的时候是一法了诸佛如来在这个里头起作用，你会不会吗？所以会的人啊，佛菩萨从来没有离过，没离开过啊。那不会的人完全不知道一天到晚还是烦恼当家，你说麻不麻烦？下面举华严经上的四句偈说，故经云，一业为尘中，能证一切法，如是无所爱，周行十方国。看这说，这华严经上一说偈，一尘如是，一切尘皆如是。我们从我们身上来讲，所以我讲经这么多年了，早年我都常常讲外面是大宇宙，身体是小宇宙。我们身的尘这个复杂了，跟外面大宇宙没两样。可以说外面大宇宙不增，我们这个身的小宇宙不减，一样的。我只能说到此地，体会到此地。哎呀，到了华严经，学了这么多年，明白了。每一个毛孔端呢，都是究竟圆满的诸佛刹土啊！那我们想想，毛端如此，每一个细胞，我们知道人体的结构，从物质现象来说，分子组成的细胞。细胞在于这个把它分析变成分子。分子再分析变成原子，变成电子变成粒子。最后现在的时候分的时候变成夸克。那每一个夸克的时候就跟此地讲的一粒微尘一样啊。你说我们身上多少，你能数得清吗？能数得清吗？夜夜微尘中，夜夜毛端中，夜夜毛孔中，夜夜细胞中，能证一切法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诸位要问我怎么样能见性？任何一法，佛法讲的是活的，地藏经上讲的，金刚经上说的。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法不是专指佛法，一切法。一切法法法平等，所以我们一切恭敬这么多年来，我跟许多宗教接触，
我对他们的宗教的神的时候，我恭恭敬敬去顶礼三拜。为什么？那佛是现的呀，我眼目当中他是佛啊，他是毗卢遮那了，他是卢遮那了。像这个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没有偶像，它是一个墙壁，完全是白色的。那我们看到那面墙壁，那不就是长吉光吗？那就是毗卢遮那了，化身如来啊！他用那个来表法了。我们在那恭敬顶礼，他们也顶礼啊！他不知道这个意思，我们知道的很深啊。我有一年到日本开会，去拜访中村康隆老和尚。老和尚去年过世了。103岁，第一次见他的是99岁。我跟他谈了，我在新加坡做这个团结宗教的工作。他告诉我一句话：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，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观世音菩萨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，应以基督身得度就现基督身，应以阿洪身得度就现阿洪身，什么身都现了。这是我们团结宗教，宗教是一家的理论基础啊，没有分别啊，佛是应机化道啊，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，他就现什么法，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到《华严经》的时候才完全透彻了，搞清楚，搞明白了。底下还有一首偈，叫右云：佛引一妙音，周闻十方国，众音悉具足，法语皆充满。确实，物质现象里头有色声香味，江本胜博士用水是物质来做实验，做了十几年了，发现水会看会听，他会听音乐，懂得人的意思，我们以善念对他或者以恶念对他，他就反映出来，他看到色相，这个雪花了非常之美。我在东京开会，去访问他的实验室，听他报告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的实验呢，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。你才实验出色相。它还有妙音，你没发现？它还有妙味，有妙香，色声香味呀，通通有啊！你只看到色香，那三个还没发现呢。我说你还要努力啊，继续努力，肯定有。可是佛法呢，
证实这桩事情呢，他不用仪器啊，他用什么？用清净心，用定功。人只要把杂念染污除掉啊，清净心现前的时候，这个微尘里面有妙音，有妙色，有妙香啊，有妙味，色声香味啊，你能够感受到啊，啊，那个里面那里有妙法，色声香味都有妙法，那个东西你看到会开悟，你听到会开悟，你闻到会开悟，你舌尝到会开悟。啊，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相继国那个地方的众生根性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六根哪个根最厉害？二根，我们看不清楚，能听得清楚啊。所以楞严经上释迦牟尼佛要文殊菩萨给我们选择根性啊，他选择观世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跟我们特别有缘，为什么呢？根性相同，这是二根最厉害。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那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教学用印神，孔子在中国也是用印神，没用文字。那孔子东西是学生记录下来传后传于后世，释迦牟尼佛经典也是如此啊，当年在世的时候没有任何记录啊，佛灭度之后啊，阿难复讲，这个弟子们记录传后世，传个后世妙音呐、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接触不到的时候，就是要记住妄想分别之中把我们可害惨了，我们还自以为是，还自以为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怎么对得起佛陀啊？去学佛克时而论是相当不容易啊！我们今天在佛学是什么班呢？幼稚园的小小班啊！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哎呀，大概是一年级了，一年级可不得了啊！一年级圣人了啊！小乘一年级是虚陀洹，出国虚陀洹，大乘一年级华严经上实性位里面初性位菩萨，那是一年级，那是佛正式的学生，我们还没有到啊！我常常勉励同学，因为一年级真不容易。那勉励同学怎么学法呢？至少我们先要把最严重的障碍啊，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放下，贪嗔痴慢放下，五欲六尘放下，这个通通放下了，是什么境界？在一年级的门口没进去啊，可以说是呢，幼稚园的高班了啊，在进一步的时候啊，你就进一年级了。这四样东西难啊，四样东西放下了，幼稚园的、幼稚园的大半生了啊，我们今天这个四样啊，都在当家了，都在做主啊，所以我们是幼儿园的小小班啊，自己总要清楚，总要明了。啊，就是念佛往生也要把障碍去掉啊，如果能把这十六个字做到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，放下贪嗔痴慢，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是决定
成就的，一点怀疑都没有。这四样没有放下了，真的，一天念十万声，临终时候还靠不住。啊，你没有把握，这四样能放下，这叫持戒。佛在经教里，祖师大德教给我持戒念佛。啊，我跟诸位讲，没有讲这个戒条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我没讲这个。啊，我讲这十六个字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重实质，不重现实。啊，我要跟你讲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那是形式，形式里头当然有实质。啊，实质里面也有形式。啊，你真正这四样放下了，你的五戒十善肯定具足了。啊，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，名闻利养念头没有了。啊，对于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没有了，可以随缘了。贪嗔痴慢没有了，你想想这个境界里头，五戒十善，啊，甚至于沙弥戒，具不具足？通通具足了，这叫真干，这叫真修，啊，这个里头其乐无穷啊，法喜充满。啊，这里举一样，众因悉具足，法语皆充满，这就很有味道啊。说如是等用啊，无量无边，法界微尘，无不周遍，这是用周无碍。我们再看第二个是相边无碍。为佛于十方世界，啊，十方啊，一切世界，无量佛刹，种种神变，皆有如来示现受身之相。我们把这文念完，随现一相啊，众相皆具，万德思源，是为相边无碍。这个就是楞严上所讲的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，教化众生呐。啊，那么这个相是什么相呢？就是这个里面文里头种种神变啊，借由如来示现受身之相，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八相成道。啊，我们看到佛降生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粗心大意啊！如果你要细心观察的时候，你看到小孩出生了，这就八相的第一个相。啊，出生的相，你看到母亲怀孕受胎的相，怎么会没看见呢？那就在周边呢，常常看见呢。啊，看到人老了死亡了，那就是入灭。生老病死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通通在面前。啊，怎么没有看见？释迦牟尼佛
事先开悟。啊，事先的事。出尘有晚。啊，一次看到小孩降生，看到生。啊，一次看到病苦，看到生病的那种苦样子。又一次看到人老人。啊，又一次看到人死了。啊，那我们也常常看到啊。没感觉，麻木不仁。哎，他看到就一开悟了。我们要学会释迦牟尼佛那一种智慧啊，细密啊，心地清净，照见。那这种实现是实现什么？实现，我们是凡夫，对我们实现，我们明白，我们觉悟。我们觉悟啊，要把觉悟的这个相，也要实现给别人看。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我们要做出好样子。当然这个里头佛菩萨宏愿不可思议，众生福报有关系。那我们看到佛法兴旺的朝代啊，古时候中国佛法最兴旺的隋唐，那个时候圣贤出现于世间了啊，国王大臣啊，都是圣贤的，人民有福啊，啊，为什么人民有福呢？人民都接受老祖宗的教诲啊，这个要懂中国历史才知道，古时候社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。古时候的家是大家啊，不是小家庭，没有小家庭啊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大家族，五代同堂啊。你看看家谱，家谱一展开都是五代。一行都是五代，五代同堂啊！啊，五代有多少人啊？家里头人丁不旺的，差不多也得有200人左右。啊，大概是150到200的人不兴旺的。一般家庭大概总是300人左右。这么大一个家族啊，人丁兴旺的啊，600-700啊，啊，儿孙多的啊，那么大的家庭啊，啊，那个家庭要是管理不好那不行啊。所以中国每一家你就看看到祠堂找家谱，有家规啊，有家道啊，家道家规啊，家学家业，家业是四业，你们家从事哪个行业的啊，代代都有传人呢，传家道的，传家规的，传家学的，传家业的，这是一个团体。所以中国人真有福啊。啊，小时候会受到很好的教育啊，不是你父母教，家族教啊。那个家族办的这个私塾就是我们今天讲子弟学校。啊，家族教，家长会请很好的老师啊，
啊，有德行有学问啊，来教子弟，真负责任啊。啊，家学的这个家学里面的学生子弟啊，长大成年了，参加国家的考试啊，考秀才，县考秀才，省考举人啊，殿试考进士，皇帝做主考啊，参加考试啊，国家从这样培这个取人才啊，所以中国几千年来讲，齐家治国平天下啊，他能把家管好，就能够做官啊，就能够做一个政府的主管官，他会把这个这一个县啊，一个郡治好啊，所以家对中国几千年来长治久安，那个贡献之大，不可思议啊！现在没有了啊，我这个年龄，小时候十岁以前，我还见过这个大家庭啊。我们家贫穷，家已经没有了啊。可是我的亲戚啊，我住在我姑母姑妈的家里，那是个大家族，一个大村庄啊，也是将近有一两百人，就是一家。啊，所以小时候啊，我在那个大家庭呢住了七年的，印象很深啊，3岁到10岁。啊，大家庭给我的印象。啊，现在想想，从前随他心安啊，小时候家教，年老的时候不怕没人养老，家族养老，真有天伦之乐。这晚辈太多啊，所以他老不在乎啊，不怕我老啊，家这养老育幼都是这个家的事业啊。现在家没有了，老人可怜了，年老之后想怎么办啊？现在现前的社会啊，中国人也学西方人这种价值观，不养老人了啊，老人由国家去养啊，到这养老院去，这个很可怜的 啊养老院不是自己的亲人的啊。在从前的时候，家庭的这个养老这个好啊，这都是骨肉，都是一家人的 啊所以老的爱护小的都尊敬老人啊。那像这个说，通通都是向我爱变啊，这社会现象，你要会看，你全都看到了；不会看，就当面错过啊。所以我常常想啊，中国的家要恢复。这个对于整个世界和平是最大的贡献。那恢复从前这种血缘的家族是不可能啊，所以我就常常想到，现在有企业，有公司，它是团体啊。啊，像我们这个寺院也是团体，用团体来集成中国的家道，啊，集成中国的这个家规、家学、家业。这个对于世界和平是最大的贡献啊！我找了几个企业家做实验，我说你们带头啊，几一两个做好了给大家看，企业的老板就是大家长，必须要怎么样，把你的员工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
这才行。啊，这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家庭。啊，但是这个家庭是道义组的，它不是血统关系。啊，你老板要照顾周到。员工的老人就是自己的叔叔伯伯，你要公司要养老。员工的小孩就是自己的晚辈下一辈，所以公司要办养老院，公司要办子弟学校，啊，把家道继承下来，啊，那个员工进入你公司，这就是我的家庭，他会全心全力为公司服务。啊，日本人虽有做的时候做得不彻底，啊，老板还是有私心，啊，这个老板不能有一点点私心，啊，必须是这一个公司是一家人，啊，现在在中国第一个在做的胡晓林，北京做得很成功。他才两年半了，效果卓著啊！啊，员工的老人、小孩真照顾到啊！啊，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些员工看到这样的老板，怎么不喜欢呢？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把你当一家人看待。啊，所以金融风暴对他们毫无影响。啊，别的公司裁员减薪，啊，他不但不裁员，涨薪水很涨。这相变无碍。啊，我们要会看，啊，华严经通通在现实的社会上。第三，急用无碍。为佛常住三昧，为急无妨利用，利无啊。为用呢，即定即用，无碍自在。啊，即是什么？即是心清净。心平等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从早到晚啊，生活也好，应酬也好，他心是定的，这个要修行的，这就叫修行，不为外境所动摇，也就是你真的把五欲六尘放下了啊，真正的对佛法教诲的时候，你明白了，你觉悟了啊！这个是真的，要有悟性，要相信因果啊！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所以生死有命，富贵有天呐、啊。命里有，丢都丢不掉；命里没有，用什么方法都求不到。心定不求。啊，像了凡四训所讲，了凡先生命被孔先生算得那么准确啊，所以他一天到晚他不起念头了。为什么？起念头没用嘛，何必要起念头了？一生都是命，半点不由人啊，所以他能够跟云谷大师在禅堂里面坐三天三夜，不打一个妄想。哎，云谷禅师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啊，就问他：“你用什么功夫？啊，三天三夜，我没有看到你打个妄想。”他就说出来，很老实：“我不是不打妄，不是没有妄想，打妄想没用啊，命的人算定了。啊，二十年，每一年他是念书人，去考试，考多少名，完全。”跟他算命先生讲的一样，
一点都不差。啊，那个时候他考取秀才，考取秀才的时候，国家就给他的粮食，就等于说是由国家拿钱出来，这个帮助你的生活费用。啊，你不必忧虑啊，这个基本生活，你好好读书。啊，那个时候每年有几十担稻米，啊，生活可以过得去啊。啊，年年一点都不差。啊，所以他在小的时候真的是有命，所以心就定下来。啊，云谷禅师说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凡夫。啊，他就问他为什么，他说命运，被命运拘束的人啊，是凡夫，不是英雄好汉。哦，了凡先生说，那命运可以改，当然命运是你自己造的啊，你自己造的你自己可以改，不是别人，别人替你改假的，自己改。命运怎么造的？过去深种，你造的善因，你今天来享福；你造的恶业，那你今天受报，是这么回事情。那怎么改变呢？大善大恶就改了。啊，你不做恶，你修善。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命运马上就改了。他听这个话很有道理。啊，就发心做三千桩善事。啊，日行一善，做三千桩善事。这个心一发。真干啊，天天干啊！他到第二年去考试，孔先生算他才这次参加考试是第三名，哎，结果他考了第一名，他就晓得跟算命先生讲的有差误了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。从此以后，他就非常努力啊，命里头。没有功名，就是他只有秀才，他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的修为，以后统统考中。命里没有儿子，他也得了个好儿子，一生行善，全家行善，啊，命运全改了，啊，所以命运呢，不掌握在别人手上，掌握在自己手上。啊，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个人命运能改，家运能改。啊，如果大家都知道，都这样学习圣贤之道呢，过运就改了。啊，这灾难从哪来？灾难是不善业所感的。啊，如果人人都能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就化解了。那我们看到灾难的时候还有怨天尤人。啊，老天对不起我。啊，对别人对不起我。为什么他不受难我遭受难，这个念头不好。啊，这个念头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去生中造的业因的。啊，这些事情连外国人。啊，我看过美国卫斯医生的四本书，我们台湾有翻译本。啊，他里面就讲得很好，他是用催眠。啊，用催眠把人深度催眠之后，人可以能回到过去时。啊，讲到过去造的这个不善的，感到这一生的身体的毛病。把得病那个病因呢，从前世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，他的心结打开了，那病很容易就好了。
所以从这些实验的结论上，他说世界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一生遭遇啊，都是与过去因果有关系啊，决定没有一个人说一生当中有一个突发的事情，没有，都有前因后果啊，今生所造的时候是来世的业因啊，所以因果通三世他们相信啊。啊，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宇宙形成那一天开始的，同时发生的。啊，我常常讲，我们这里讲的是二种周边啊。啊，这个其二用的时候，一念不绝，啊，宇宙出现了，人出现了，因果同时出现，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个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这极字里头有清净，有平等。啊，清净心生智慧，所以无论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工作，用在待人接物，都会做到恰到好处，都能做得很圆满。这是世间人所向往的，都想这样做，不知道从哪里学啊。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都讲定功，都讲悟性啊。求学里头最重要的不是记诵，不是说你要统统把它记住，把它背熟，不是的。啊，那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让你的心里头把妄念念掉。啊，叫你念一千遍书，啊，你的精神都集中在书本上，其他妄念没有了。啊，这修定的功夫啊。用这种方法了，把你妄念打掉。念佛也是如此，那念这一家阿弥陀佛也是把妄念打掉啊，念头才起。这个佛门大德常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念是妄念，妄念起来不怕，为什么呢？是你阿赖耶里面的烦恼习气，你当然会起来。那你不起来，你是圣人了，你不是凡夫了，所以会起来的啊。起来怎么样呢？第一个妄念起来，第二个也把它换掉，这就叫觉。换怎么换呢？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啊。啊，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不管什么念头啊，第二个念头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取代，妄念断太难了，那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所以敬重这个佛，这个法门太方便了啊，八万四千法门你都找不到啊。啊，用一个阿弥陀佛把所有一些妄念都把它止住。阿弥陀佛是正念啊，提起正念，妄念就没有了。啊，一句佛号念久了，不念，妄念也不起来了，那就叫念佛三昧现前了。啊，最初的功夫就叫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到深的时候，就到一心不乱。啊，那一心不乱有四一心，有离一心。啊。四意心不乱，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便有余土，
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，啊，事业心、离业心往生自在啊，你想去就去啊，那想不去住多少年一点不妨碍啊，啊，这是一心不乱，功夫成片有九品。啊，上三品的时候一样功夫往生自在，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。啊，中辈下辈的时候，那是要到寿命道。啊，佛来接引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记住。啊，真正往生有把握，没别的，心静在佛头前。我这句阿弥陀真的能把一切烦恼付出。啊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。啊，随顺自己意思就起贪心了。啊，阿弥陀佛贪心压下去了。见到不如意的就有怨恨了。那个怨恨念头才生，阿弥陀佛就把怨恨打下去了。这叫念佛。啊，口里一面念阿弥陀佛，贪嗔痴慢念头照起，这个不行，这把你念佛的功夫全部都破坏掉了。啊，所以念佛有人能往生，瑞相很好，有人念一辈子不能往生，你要懂得他怎么个念法嘛。啊，这个念佛号里的夹杂，啊，夹杂着妄念，啊，或者是怀疑，啊，半信半疑，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？我这样念有没有好处？有这些问题存在，把功夫破坏掉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要学佛菩萨的极用。啊，就是心地，我们只求清净心、平等心，绝不要求。清净平等得到之后，就会有求。啊，所以真正功夫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用法。啊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好在哪里呢？好在什么都不要操心啊！啊，公司当老板的时候一点不操心的，你看他多自在。啊，胡晓玲告诉我，他每天上午在公司里面，他要到公司去，但是不管事，什么事都不问，也不开会，一上午怎么样呢？念无量寿经，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他的办公室就是他的佛堂。啊，而且一上午就不接电话。啊，所以他很清净的，每一天上午修行的。啊，公司里有什么事情，统统是下午处理。啊，而且都很简单。啊，所以他现在真正过得幸福美满的人生啊。底下啊，大师引用两句经文，经云：“如来境界不可量啊，即而能也，便是方。”即用无碍，你看，他不是能说，他是能言，言是什么？做出来给你看。啊，身教啊，他不是言教，啊，做给你看。啊，真正得到佛法，无比殊胜的大用。啊，跟前面所说的
遍十方，遍刹土，遍微尘。下面第四段，一起无碍。为佛虽皆用无心，这个皆用无心是前面第三啊，皆用无心，而能依海印三昧之力，即起无碍之用。有个依，能依海印三昧，即起无碍之用。这个无碍之用是四思无碍。下面引经说，众生形象各不同，形是形状，相是相好，各不同，行业因身亦无量，如是一切皆能现，海印三昧为神力。这是华严经上的四句偈啊，这四句偈呢，是讲的一起无碍、海印三昧。我们前面学过，怕的是时间久了，同学们都忘掉了。啊，这个是化身菩萨都有的。啊。为什么叫海印呢？海印三昧，为向海沉体，湛然不动啊！一切形象皆于中心，如印应文。这是海印六说，海是比喻。啊，大海，可是我们这个大海啊，风浪很大了，所以有波涛啊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没有风啊，如果没有风呢，这个水是平的，水是静的啊，水是平的，水平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外面的镜像啊，通通照在里面，这叫印，海印。啊，它影响。我们通常在什么地方看？看湖水。啊，高雄这边有澄清湖。啊，澄清湖没有大的波浪。啊，有一点点微波。啊，或者四周啊，这个景湖。倒影在水里面，你看得很清楚。佛用这个做比喻，比喻什么？比喻自信啊，自信是性海啊。性不动啊。我们想到慧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这心是不同，永远不同，不生不灭，永远清净无染。所以佛常常用海来做比喻，心海啊，心海沉淀，这就是水呀，干净，没有波浪啊，沾染不动。那么这个形容什么呢？是自性本定。慧能大师讲，本无动摇。啊，那这个性海，它能照见什么？它能照见遍法界虚空界，一真庄严，
他清清楚楚啊，全照见了。所以众生有感，他立刻就有应。啊，他应的时候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应叫真应。起心动念就错了，那凡夫啊。啊，六道凡夫。四圣法界里面的这些全教菩萨，他还是起心动念啊，超越十法界化身菩萨绝对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怎么会应呢？我们无法想象，经上讲不可思议，就这个意思。江本博士的水实验给我们的答案，我们看到之后啊，恍然大悟。那多少年这个疑惑的时候化解了。你看看水啊，一杯水放在，我们给文字给他看，给音乐给他听，那我们起心动念、善念、恶念对待他。他通通有反应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他有没有分别之处？没有啊。啊，起心动念需要脑神经啊，需要神经系统，他没有神经系统啊。啊，他反应甚至比我们人还要灵敏。啊，一丝毫错误都没有。善。就是非常漂亮的图案给他，啊，恶呢就很难看，很丑陋的，啊，连水给我们的信息都不需要起心动念，不需要分别执着，那何况自信？啊，所以这个实验的时候，用科学的实验。帮助我们解决了啊，如应应文呐、啊，这比喻如来智海无限，看一切众生呢，皆在其中顿现，要记住顿现，没有此地，全现啊，不是局部的啊，全现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，只要是化身大士。啊，原教初住以上，啊，他这个能力都恢复了。我们起心动念说是没有人知道假的，他们全晓得，在他们心海里头是也是对心。啊，所以慎独这个功夫、啊、是必须要做的，啊，就是一个人也不能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你不要认为佛菩萨不知道，全知道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一天都不假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